the yield rate, because they are the people. You know, even all these officer making decision, they are people that preparing the report, preparing the data. Okay, and the news will be reflect in the market. And the most sensitive one will reflect this information is the bond, the yield rate, the 10-year yield. Okay, so these are the leading indicator that we will monitor very closely. Okay, so Myanmar play，我们有个Myanmar list，你们有吗？全部有吗？ OK， 你有吗？你有Myanmar list？ 没有？啊？维明的人都有吗？你们都是维明的人吗？不是维明的，活该！哈哈哈哈哈！开玩笑，开玩笑。OK， 先给你，在维明的里面都有啦。 OK， 我们有给一个 Myanmar 的 play， 但是用 DC Pro 的，我们也是给一个 Myanmar play， 应该会有。 OK， 然后Myanmar play 里面这么多公司哈，不要以为每一间都会成功啊。到今天为止哈 ，Myanmar 只允许两种东西 ，mining 跟 property， 其他的还是不大可能的。 OK， 然后Indira 我们认为是很好的啦 ，OK， 油麻是很好的，油麻我们讲过，用罗杰5毛1进去，它不可能1块钱卖了啊。 早早就讲，现在1块钱了，你问我不要问我可以不可以买啊 ？OK， 所、so, 以 New Energy 啦 ，Indira 啦，哈、哦，有吗？这些啦 ，OK， 这是 common 啦，你们可以去注意的，这些已经是属于 potential stock， OK， 我们会 continue monitor。我现在跟你们分享的是从 chart pattern 里面我觉得它好的，等一下我开图表给你们看 ，OK？CIC Global，OK，、okay? 这只会是很 potential 的哈。 你们不用担心说马上要冲进去，为什么？因为我们会给你们 timing， 明白吗 ？OK， 我们不会说哈，丢你们去海里面自己游泳，不会的，我们会 make sure 很干净的，然后带你才下来哈 ，OK， 所以我们会给你 timing 的，9天，很多人不相信啊，9天会很好，这个是 solely based on charting， 等下我告诉你们为什么 ，OK， 阿高力。 Water play 哈 ，water play 下来会是非常好的 ，water play 会是非常好的。这支公司还在收票，喂，为什么他在收票？因为我在收嘛。喂，所以这支是很 potential 的哦。我们是从他的 business model， 他的图表，还有他下来的那种 industrial cycle 啦，中国的 industrial cycle， 中国的 water 是一个很糟糕的情况 ，OK， 好。 然后，Valiant，好，Valiant啊，哎，这个不是马上进场啊，先要讲清楚啊。OK， 我有做一个 FA Group 的一个 list 啊，这个 list 啊，我可以给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有谁有的，还是谁没有的，有吗？我这边有，这边很慢，不知道啊。 啊，不会吧？我用这里的照片。啊，什么呢？为什么？啊，来了。 我没有 internet， 没有 internet 可能就可以了。OK， sorry 啊 ，OK， 这个我现在的 internet 有一点问题，所以很多那些我有开不可以的，可能是 network 的问题。OK。 我这边有这些股票啊，把我们要看 market timing 啊，我先跟你们讲一下这些股票是 based on FA 来 pick 的 fundamental OK， 所、so, 以 fundamental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它过去5年啊，这些公司他们都有啊，这股比较多。
它过去五年都有就是 growth 啊，EPS 的 growth， 就是说过去五年它的公司它的 EPS 都有在成长 ，OK， 然后他们都是有给 dividend 的公司啦，都是给 dividend 的公司，你们我不懂你们明白这个东西吗？当一间公司它开始在 growth 的时候啊。 OK， 它的股价是不会涨的。OK， 因为当一间公司它开始在 grow 的时候啊，它需要跟股东拿很多钱去 expand 它的 business， 它的 territory penetration 这些什么。OK， 所以一些公司它在成长，它是不会涨的。OK， end to end 就是这样。OK， 它要钱，它有很多 opportunity， 所以它是不会涨的。当一间公司它到了一个程度了，它的 market 的那种penetration 已经差不多了。 啊，这个时候才是我们吵架进来的时候，明白啊 ？OK， 你刚才还在小孩子还在跑，没有用的，你要喂奶了。OK， 我还跟你拿钱了。所以我们找股票找 growth 的股票，它有几个条件。第一，它的这个它的 EPS 啊，过去五年最少我们要看五年，每年都有增长，最少一个5%。OK， 然后我们要看他们的这个。 Current ratio 啊，就是它的 liability 和 over 它的 asset 啊，它要是有钱的，它不是没有钱的 ，OK， 就说这间公司它本身要有钱的，它不要是欠很多钱的 ，OK， 然后呢，它的这个产品的这些 margin 啊，还有这些我们都要注意一下了啊。另外一个一点很重要就是这间公司它在外面跟银行借钱，它的利息的 coverage。 是高还是低？有一些银行，他们借款给这些公司啊，他如果觉得公司的 business model 是比较 risky 的，他们给他的利息是比较高的，所以他们有一个 ratio 出来的。OK，所以这个例子我会给你们 share 给你们，你们可以去看，你们不用抄起来，我会 share 给你们。这些公司我们现在是 identify 它，是从用 FA 的方式去把它找出来。 OK， 找了出来之后很重要啊，因为 FA 的公司它什么时候老板要 cash out， 当老板要 cash out， 股票才会往上推，明白吗？老板如果不要 cash out， 他把股票推上去干嘛？对不对？所以他这个要不要亏呢？是市场决定哦，就是他的图表技术那边来决定。OK， 我可以给你看有一些公司啊。 有一些公司，你看它的 cash value 啊 ，OK， 好像 Baker Tech 最近不是涨得很厉害 ，Baker Tech 它的 cash value 是2毛4，这个是 after 它给了1毛钱啊，之前是3毛4 ，OK， 所以 Baker Tech 啊，最后的闭市价是 305 ，OK， 它这间公司它现在还有2毛4，你觉得 Baker Tech 有 potential 吗 ？OK。 好，就这些公司倒掉哈，你还可以拿回2毛4，现金一定不可以拿回来的。然后，还有这些，Capital也在里面哈。OK， 最近我有叫人家买青蛙，你们记得吗 ？OK， 这些都是在 fundamental pick 里面的很好的公司来的。 你们知道 King 蛙做什么的吗？做那个 toilet bowl 的。还有你们有时候那个 ICB 线哦，有一间公司叫 ISS， 你看那个 logo ISS 有没有讲 ISS？ 其实不叫 ICC 了，我给它叫 ISS。他们是做这些 toilet welding 的，很赚钱的。然后还有这只 LKH。 你会看到很多这些，特别是那些 lower stream 的那些 construction company。OK， 新加坡下来很多 construction company 啊，我们不是讲那个 first tier 的，我们讲 second tier 的，很多钱，过去这几年他们赚很多，全部在这里。 哎，你还是心理学来的。
那个是你跟那个不一样，但是我不敢碰。 OK， 所、so, 以你们会发现啊，过去新加坡的房地产涨这么厉害啊 ，OK， 很多新加坡的construction company second tier 的，做那些好像那些水喉啦，做那些 toilet bowl 啊，很多钱在里面，很多钱 ，OK， 把什么时候推我不知道。 我要问 Erica 没有在这边，因为他跟 construction company 他很熟这些东西 ，OK， 所以我们的 member 哦里面的 substance 越来越好，因为不同的 skill 的人进来了，好，所以这些东西我会跟你们 share， 你们可以去看哦，很多很好的公司，有些 好 ，WeHo 也在里面哦 ，OK， Zagro 也在里面。 Okay. 这些公司啊，因为他们的现金很多，他们的公司赚钱 ，OK， 然后他们的股价还很便宜，这些都是股价还很便宜的 ，OK， 这个如果我们的这个市场能够突破这个最近的高点3464，这些都是可以翻倍 ，OK， 58%、100%、45%，这些公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选的 mid cap 来的。 OK， 好，里面很多啦，因为最重要是，我不是给你们哪一只股票明天可以冲进去，因为我相信给股票我每天都有给啊，这不是问题的，那个是已经是 routine 了，对不对？你们来这边也不是问我说明天哪一只可以冲进去啊，对不对？因为我每天都会给你们8点半 ，OK， 9点就给你们哪一只股票可以买，所以那个不是问题，那个是已经变成 regular 了。我要跟你们讲的是，下来这些股票 ，OK， 我们可以关注。 我那个 second half， 如果9月 ，OK， 那个3464能够 clear，OK，、okay? 好，然后你们可以注重这些 ，OK， 这些我们是可以属于比较白头的 ，OK， 然后呢，我们也同样可以做一些 trading， 好吗？好 ，timing 我会给你们 ，timing 我会给你们，好，然后下来我看一下 Discord 有没有新的，再开等一下。 我可能打给 Andrew 嘞，是不是？OK， 这些量，通常我们把那个量是放在日期 ，OK， 我们把量放在日期 ，OK， 所以你知道那股票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在这个位置啊，我们讲这一根蜡烛啊，这一根蜡烛啊。 在这个蜡烛的这边哈 ，OK， 这边有，这边也是有，同样的价钱，看到吗 ？OK， 啊，红色的。OK， 所以你看呢、啊，我们讲这个横盘的这个位置就好了，这个位置了啊 ，OK， 我们讲这个价钱呢、啊，15.6块啊。 15.6啊，在这一天有15.6，在这天也是有15.6，这天有一点点，这天也是有，这边也是有，这边是有，对吗？然后这边也是有，对不对 ？OK， 所以这个15.6这个价钱做了多少量，你们知道吗？这个量是不是有意思 ？OK， 这个就是叫做 cost distribution 成本 ，OK， 通常我们不是把那个量放在日期嘛？ OK， 可是同一个价钱，不同的天也有做到 ，OK， 好，不同天也做到 ，OK， 如果我现在把这个量，这个是 volume 来的，现在这个 volume 呢，它的。 好像这个价钱啊，这个你看到这根比较长，对不对？比较起这根啊，这边比较短，对不对？这边比较高，对不对 ？OK， 然后这边很高，对不对？所以我可以告诉你，这次 DBS 反弹，它绝对不能够过这个位置，绝对不能够过。你明白它的意思吗？啊，绝对不能够过那个位置，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价钱，它有这么大的量压住它。OK， 好。 Okay, 所以他来到这边，这上面的这些人一定要跑的
所以这种米达好处就在这边用，就是说你把这个，所以我们是用一种另外一种方法来呈现这个米达，OK？所以我们在干嘛呢？点在这边，看到吗？从这个低点，你把它的价钱跟它的量全部加起来，weighted average 啊，你明白吗？你的成本价就在这个位置，所以我叫你们买，我是有买保险的，不是乱乱叫的，明白意思吗？然后这个也是这个位置来的，然后这个跌破的话，下一个买就在这个位置，这个跌破下一个买就在这个位置，你们明白吗？所以当你把价钱放在，把量放在价钱，你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东西 ，OK？ 这个东西，我们刚才那个 professional trader， 我跟他坐下来，我给他这个东西，他一看他就马上说，不要讲第二句话，因为会用的人一看就马上明白 ，OK？ 它是非常的重要的，对不对？然后这个东西呢，就是你的 ，OK？ 买的 ，OK？ 买的这个就不是那只我们买那个股票买的，不是啊，买的是啊，一级的一个神啊。 那个神是他点石头，石头就变成金了，你懂吗？啊，有一个这样的神啊，就是希腊一个这样的神是吧？啊，所以李星金把那个人的名字来用，这个你这里个都是李星金做出来的。OK， 说，这个点石成金，它就是把这个成本分布啊 ，cost distribution。 当我们把 volume 放在价钱，就叫做 cost distribution，OK？ 然后当你把 cost distribution 转一条线出来，那条线的那个点叫做 买单，OK？ 所以当我们讲，你们在这边买 ，OK？ 就是我们用买单来点，然后这个点破了，是不是这个点一定 guarantee 包稳的，未必的，会破的 ，OK？ 破了怎么办？下一点咯。 下一点咯，在这边咯，看到吗？所以很靠近哦，看到吗？是不是在这边？看到吗？好，看到吗？是不是全部只在那个一堆堆高高那边？哎，好，所以这个是minus这个功能的，OK？ 所以你们没有 DC board 的人 ，OK？ 我们会有那个我们的那个 lucky topic， 我们会放那个给你们，好，你们懂得用对不对？ 那些想要 DC 波的，直接就拿咯，把 DC 波不给你了。好，你们这边是有 DC 波的，举手一下。很多一下啊，会不会用的？会用的。OK， 我下来我有时间会教多一点 DC 波的用法啊。最后刚才那张纸给你们哈，那些问题，所以哪一？我跟你们讲，讲 no 的是0分，讲 yes 的是10分。 你们算一下，你们拿多少分一下？有做吗？没有做哈、啊。如果你的暗示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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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你是哪0分？要对自己 honest 啊。如果你暗示是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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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10分，总共10题。OK， 这个不急，你们拿回家做。我希望啊。 我希望啊，你们以后的都是 yes。OK， so the paper you keep it for yourself. Remember 啊 ，maybe one day you come to me say, Lee, now finally all the 10 questions I got score 100. When I able to answer yes 啊 ，mean I am qualified. OK， let me tell you, it's very common. A lot of people got zero mark. Very common. OK, very common. OK。 We try to be honest to ourselves and we follow this one. So 还有最后一个 ，OK， 最后讲最后一个 indicator 啊。哎。 OK, you see, when the price, let me draw this one. Let me draw this one better. I hope that the admin don't come and chase us. OK, let me show you this one.
You see the actual MIDAS applications. Okay, let's look at this one. Okay, so now DBS, the MIDAS is at 15.99. However, on the 5-day, it dropped below. So you only buy when they cross above. Okay, same thing. You see, this is a MIDAS support. So when the price punch through, you don't do anything. You wait for the another line. But however, if they say punch through, the next day cut above, that's buy. Okay, so Monday, this one possible is a MIDAS buy. Understand? Okay, however, the MIDAS, the wonderful of MIDAS also, other than we know when to buy, we also know when to sell. So from here, I can take on this point. This is the level that you will hit and stop. Okay? And this is going to be best price that you can sell on Monday on the bounce. Okay? So it's very wonderful. 16.68. 我知道很多人会拍16.67 所以他们拍16.64 It's okay. You see, for me, taking profit is not sinful. Don't worry, okay? If I tell you to take profit at $16, you sell at below, I don't blame you, okay? 不用担心的，有些人怕我会骂，不会骂的, okay? 我只会骂你不 stop loss, okay? 好，你不 stop loss, 我觉得很可惜, okay? 你们在哪里卖不用紧。 Okay, let me say this one, last one. Hopefully we have time to finish this one. Okay, I take this one as an example. We can use Yoma also, but we let you this one first. Okay, 你们看一下这个 DBS 这个 DBS 当它来到这条线 OK 这条线是什么线 这条线没有什么 只是一个 20 day high OK 20 day high 当一只股票 它 20 day high 这个就是什么 breakout 看到吗 所以一只股票如果它要是一个很好的 breakout 它的量一定要大 OK 它的量一定要大 如果它的量大的话，它下来再跑的能力会很大的 ，OK， 这只它有 ，OK， 这个量通常我们会拿它的 average 啊 ，OK， 它的 average，OK，、okay? 所、so, 以这只还不是算一个很强的量啊，好 ，OK， 你看这边再多一个 breakout 啊，看到吗？这边再多一个 breakout 啊，这个 breakout 的量就大了，看到吗？看到吗？这个量跟它这边的量。 OK 啊，这种它就很强，所以一个 breakout 呢，它有一个条件就是第 20 day high， 第二它的 volume 是 three times average，OK， 这是一个先决条件，怎样来看 breakout？OK， 等我们过了那个新高的时候，很多这种股票，你们就不要随随便便卖。有时候我跟你们讲，哎 ，don't play play 啊，你明白吗？我为什么讲我 don't play play？ 有时候讲，哎 ，take profit 也不会去拿，我只是看量而已。 所以，价钱跟量很重要 ，OK？ 所以你看那些，好像你看那只油麻也是一样。sorry 啊，让你们多一点时间呢，不好意思。 对，今天是，不好意思。
等一下，那个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可以 answer 没有问题。OK， 你看它这一天的 breakout 看到吗？同样的啊，同样的一只股票啊，你看啊，当它 breakout 那一天，你看到它的量吗 ？OK， 它的量。 然后其实如果是庄家很 determined 啊，他会把它收在高那边的 ，OK， 哦，所以这些都是让你知道它下来还没有力气再涨 ，OK， 还没有力气再涨 ，OK， 哦，OK， 说这些。 所以油麻很简单，油麻现在如果它再突破这个，又是来多一次 ，breakout 的股票就是一样上来的，对，通常一只股票它到了那个顶峰的时候，对吗？它会有一个这样的现象给你们看，股票老了会像我们一样啊，没有头发。OK， 这个是股票没有头发的样子。 看到吗？长头发 ，OK， 它会给你这种 pattern 的，你们看得到的，它会上去然后 tapering， 然后下 ，OK， 好，所以其实你们不用看太多 indicator 什么的，注意 candle， 注意 volume，OK，、okay? 好，刚才讲的那个 buy sell 那个什么东西，我们只是 track 那个庄家 ，OK， 那个 institution， 他们三天他们就要。 我三天他们就要还钱 ，OK， 你们只是抓住他就够了，抓他们来打就行。好，你看我们每次以前我们买股票哦，阿摩麦我们很害怕对吗？现在会害怕吗？不是这样，对不对？好，所以抓他们来打 ，OK， 因为他们是恐龙，我们是蟑螂啊。好 ，We maneuver very fast， OK， 好 ，OK， so thank you everyone， 谢谢你们来。 谢你们的下个礼拜，好，不好意思，thanks for coming， thank you， yeah， thanks， can I have your contact？ Give me your contact， you call my number， 9183302， 我没有，不好意思， 9183302。 Yes. Yeah, I remember I heard calling how to see the volume of my mind is not real, like stinging, like laughing. You mean during the buy and sell? Yeah, during the daylight. You mean dynamically when the chart is moving? Some volume is not like not real, like deceiving people. Okay. You see, it's very simple actually. Let me show you this one. Very simple. Let me show you this one. You just need to go now to the small time frame. Just take at the last day. This one not obvious. Let me find someone yours. Okay, let's try Yoma. Okay, Yoma, the whole day very nice, right? But eventually at the crossing, it's coming down. So, can we detect this one early or not? Okay, can we detect so that we can sell out on the top? Okay, you see, when this thing coming down, right? You can see the volume or not? You see the volume? It's very clear cut one. So if you have a charting, you can just look at the volume.
But this is only TC Pro have this picture because why? I'm last time their advisor. I used to be TC Pro starting advisor. I